欢迎来到茉莉手工一夜暴富茶壶手。先将34厘米的线对折，在5厘米的地方固定好。拿一根50厘米的线挂上去，做绕线边单向平结。绕线从下往上绕回来拉紧，就是单向平结了。重复此动作编到 1.5 厘米长。然后把绕线合为轴线。拿一根50厘米深绿色线，从中间开始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。按这样的方法再挂四条线。右边第一条绿线拉下来做轴线，其他的做绕线，边用斜卷结。刚刚的轴线边绕线深蓝色线为轴线边左斜卷结。右边的编好了，编左边的。左边第一条为轴线，其他的为绕线边左斜卷结。轴线变绕线变又斜卷结。编法和之前是一样的，第一根线做轴线，其他的做绕线变又斜卷结。编左斜卷结。再编左边的。按这样一绿又一左的方法，在各边四排斜卷结。叶子编好了，拿刚刚那根深蓝色的绕线边单向平结。编 1.5 厘米长。取下来。
把另端反转回来，加一根20厘米的线编三个平结，在轴线的线尾穿上珠子，把所有的线头剪去稍扎好，茶壶绳就编好了，下期再见。